现在认真的告诉我，你们要 call out 哪一组？想选我们的站下，兄弟们，麻烦大家。根据规则，你们可以选择任何一组。第一轮小白也是因为战败了，然后加入我的队，所以在这一轮的选择上，我就不发表任何意见。小白跟你的内心走，你选谁我们就干谁。好。真是不大把输，我怕的是大家不敢选我。就是无论谁挑，我都觉得我可以应对。这局最好不要碰我们，因为我们会把节目组送给我们的失败送给你们。我们觉得我们这一轮是稳的，所以其实我们想选他们，主要是我们想把黄旭弄过来。